我那手机啥也拿不出来了呗，应该没了，没了，肯定没了，烧没了。那我两个手机全都是，肯定是啥也拿不出来了呗。嗯，你先踩着毛巾上，对对对，地上凉，对对对，拿个毛巾踩一下，你很聪明。你先踩一下毛巾。他那鞋子可能在那个火场里面可能遗失了。案发地址：浦东新区学院路太平张家渡路。案发地址：浦东新区学院路太平张家渡路口龙源。快点，快点，到这边。我没穿袜子，没事，就有点难受，没事，不出汗就还好。下车，警戒一下，手套手套，全部戴好，拿上我们的警戒带。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检查一下个人防护，看电筒什么都带齐了啊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走。闻到味儿了。啊，是什么东西着火？是临时搭建的简易钢结构。了解一下这个有没有人员被处理？有人吗？里面有人吗？有人呢，有人呢。在这待命。好，好。不要紧张。从这里拉一下警戒带，把这警戒拉一下。从这里拉。这边能多拉一点。里面已经爆熄灭了，爆熄灭了，把电筒都打开。是，电筒，电筒，我没事，师傅，这个绕我，电筒打开。然后这边需要跟总队叫120吗？到了那个棚那里，其实还有些沉重，因为你看到有很多的工友坐在外面。然后甚至有人鞋都丢了，然后有人腿受伤了。这边有个群众，他说脚烧伤了，需要叫120。你想做的就是尽快的把火给打灭，尽快的保证大家的安全。过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！好，这是把枪给他们啊！我开始烧了，我这么烧。你这下边的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把这个拉出去，看拿得出去吗？他拿了出去吗？我们进去的时候，那里头那个浓烟已经什么，其实什么都看不清了，你只能看见手电离你很近的这一个范围，就里头其实在烧的，它不是那种火星，但是很小。把枪拖出来，外面有雷火。站爷，站爷，站爷。对，大哥，放开我，退！咱们倒下那个负责人，你看见吗？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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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。拿这个吧。
水开小一点，小一点，水开的小一点，水开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对对对。这个火不太容易扑灭，就为什么后来有总有一个工序是拿一个铲子在这铲铲铲，消防人员拿水在这呲，因为里头有很多暗火。暗火，如果你不铲它，你是这个火是扑不灭的，而且极其容易复燃，需要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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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铲。这玩意儿大家也是，手套戴上。哪里问路去走，都往里走，走走。它会自动搜索你，你只要找就行了。这里七十多度，哪里？这个衣服下面吗？这里你这里面可能还有一点。还是还是150度。这里。对。这一头是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了。走走走走，我们和主单，跟专业主单，我们回去把身上的空污搓一下，然后帮他们一起捡水袋，好吧？捡水袋，是，跟着跟着走，跟着走，直接单捡着，把它送过去。来走，大勋啊，走走走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有一个不是受伤的吗？他说，我出来，我就是醒了，我就感觉热，然后就往出跑。那你现在脚上看看有吗？我这就是这脚，就是这前脚尖的，现在有点那个感觉了伤了啥的，严重了不咋严重。那我那手机啥也拿不出来了呗？应该没了，没了，肯定没了，烧没了。那我两个手机全都是，肯定是啥也拿不出来了呗。没就是现在冷，冷是吧？真冷。人没事就没事了，东西烧了也没办法了。我蹲一会儿行吗？行。你要不去？我想找个暖和的地方。到消防这里坐一会儿吗？走吧。你扶一下，扶一下他，扶一下他。脚脖子。谢谢，谢谢。大哥，你陪他一下吧。哎，好嘞。戴个口罩吧。可以上去。谢谢啊。那是什么着的火啊？手机吗？充电吗？应该是充电器。手机。应该是手机吧。半夜迷迷糊糊的，感觉热了，有人喊我，然后我就跑了。车里暖和点吧。暖和点。困。其实我没有太敢跟他聊太多，能看见那个人很慌张和有点绝望。他问的第一句话，他说我那里头有俩手机，那俩手机是真的没了吗？然后你就看他那个眼睛里可能有一点泛红的感觉，那里头的东西可能是他的全部的家当，因为那个是他的宿舍，那可能所有东西都没了，他可能连鞋都没了，他只是身上穿了一个秋衣秋裤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也是刚刚那个从那个房间里出来的是吧？受伤了是吗？手机有吗？手机烧掉了。烧掉了。他们两个人的手机全部在那里面烧掉了。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起火了是吧？你先踩着毛巾上。对对对。地上凉。对对对，拿个毛巾踩一下你。很聪明。你先踩一下毛巾。他那鞋子可能在那个火场里面可能遗失了。可能是那个打火机。要么就是有可能充电器，打火机呗。充电器有可能。发现的时候就已经烧起来了，是吧？对，烧了一点点的时候，正好去叫他，拉他起来。我说着火了，他们还在睡。那火如果是早一点浇的话，就没有。对，可能最小的时候还有机会能够自己扑救，等他已经烧起来之后，确实是。但人安全就是最好的，也来不及拿别的东西了，确实。
小远，嗯，我走了，嗯，走了，好了。哎呦，咋了？当时巨困无比，我好像睡着了，好像。哎，真的体会到了那些消防员的辛苦。扶他一下，去。没事，您到这边。您就配合民警同志到派出所做一下笔录。我们这里要先，你要先跟我到公安处做个笔录，好吧？行，好。他们几位当事人，这个民警已经把他们接走了。那我们上车，所有人员准备上车了。好的。好，走吧。这是出的最短，距离最近的一个。对，我们又装备没穿完，到地儿了，赶紧下去了。我一能分得清那谁是谁，就我们比你们先到的，我俩站门口，站门口了。然后呢，你们的班长叫张娟儿，张娟儿进来灭火，然后你站我这儿，这样进去的，你就进去了。对，我们以为你们是老同志，知道吧？我们还贼客气，这个拿一下，辛苦，分不清谁是谁，累了吧？不累，可以歇会了。今天能睡个好觉了。但咱反应确实还是很迅速。我坐山珍那块，昨天晚上经历了没有人叫，今天经历了所有人都在叫我，风查太大，听到整个班的闹心，对，不需要，我这下不了。